斗母宫九皇大帝御用降真香。对神明的恭敬讲的是心意，心中闪过的一份虔诚，双手合十的一个恭敬。千百年来，善信们进了庙，最常见的是在香炉里插上一支清香，庙宇香烟缭绕。东南亚最火红的斗母宫九皇大帝信仰，那店里点的又是什么香？2014年，在参与马六甲北天宫九皇大帝圣庙秘藏经书电子记录时，有福气攻读第二代住持代长春法师手录斗母宫宝篆全真十项供奉要点，其中第七项宣告降真香。降香烟起透天门，玉女传声奏至尊，凡间人有祈求愿，降真真降奉班恩。降真香失传数百年，能够重新寻回至尊灵香吗？郑和航海途中清楚标记，我们的家乡马来半岛东北部出产降香降真香，斗母天尊九皇大帝显灵，顺顺利利成功制作了九皇降真香。今年在全球新冠疫情中，特制天罡北斗降真香，恭祝天上众神圣受天齐，人间家家户户吉祥安康。